得选举是一个正向，选举是一个美的事情，选举是一个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正向的这个选举。那也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在选举的过程中展现正向选举君子之争。那同时呢，让市民朋友他觉得选举不是太过嘈杂，那选举是美的，选举是好的我们希望我们透过我们各种的安排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方向。谢谢。